What?三分多钟直接把对面给压回家了，那这个又要把 TP 给用了这波。何况他还是一个偷钱的中路的部分的话，绕过来了 ，Benfo 这里中路的 Windy 点燃已经给出来了，成功的击杀掉 Rookie， 并且拿到本场比赛的一血，而且您过来赶过来支援的同时，是被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很难受啊。这边奔四赶紧来帮队友缓解一下压力。 这个位置有一些机会，完全没有视野，在零视野的情况下被贴到了，是果断交出闪现。他本身是属于一个进攻型的打野啊，没有太好的控制技能。这里用一个占卜花朵造出来以后 ，Lucas 徒步过来，准备要开始拍人，但直接血量下的非常的快，被塔姆打红了以后，交出闪现，不想被吞。 啊，中路是所有人已经围了过来，但亚索的血量已经下到非常低了。塔姆把亚索吞了一口，宁王选择穿墙以后逃到了后面。啊，这时候 Windy 回身再交一个闪现，开始 A 起宁王反身想杀，并没有换回这个人头。成功的由情侣这里斩下了宁的人头。下面 Max 血量非常低，灰盾消失了以后，还有下一段嘛？交了一个闪现 ，Rookie 从后面冲出来，好了。哎呦！ 哎，这里一个大招，但是这个位置感觉伤害不够啊。这边宁王直接穿墙过来，配合队友做一个输出，一个大招直接是大到了这亚索身上，但是感觉输出好像也不够。哇，出来以后 Q 这个方向 ，Windy 感觉马上要被越了，这个距离感觉也是跑不掉了。中路的部分又被卷了起来，手里亚给动以后接上猪妹的控制，这伤害是打了个10+10，再加上一道风墙，小文 B 5。来看是怎么发生的，要把兵先带进塔。 您直接站在你背后，也不跟你讲道理。鳄鱼先把大招开起来，被斩的怒，开了大以后是由The Shy先扛了一下塔，哦，被塔多打了一下呀。这边是进入了对面一个强势期 ，IG 这个阵容现在打的话是肯定打不过的，要规避一下对面。汤姆从脸上走过来，这个增强过后的一个 Q 的距离，加上情侣直接给到大招，凯南甩出大招，塔姆一口吞进去以后吐出来。 那帅选择闪现往回拉，但依旧没有能够逃出魔爪。这波子太省技能了，其实第一时间直接交个大招或者直接交个闪现就溜了，最后是被舔回来才选择交，那就来不及跑了。Rookie 偷了一个 Benfo 的大招以后砸了一下，但立刻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啊！盗版的大招最终没比过正版。是这边先锋直接放到中路，那应该是能把这个中路一塔给撞掉了。 这边还能顺带吃一下这个镀层，动一下5层镀层吃满，一血塔拿下来，7-2开启大招，现在 Jacky Love 领导队友往前追 ，Lucas 出手一勾勾到了，但后面就有一个塔姆，塔姆把人吞了以后，将 Windy 吐到后面，但是这时候宁上来了，一个大招钻进了 Windy 身体里面。上面看到 Rookie 跟 Y4 两个人捉对厮杀，但宁随即从背后窜了出来，这边难道还要再利用？这宁其实是没有大招的。 如果偷来的情侣大招是给了 IG 一个绝佳的先手 ，Lucas 在塔下扛了一大串之后，先被塔给击倒，而且 V5 的反杀就马上跟了过来。Benfo 现在还在追击啊，您的一个 W 技能把两个人给抬了起来，但仍然是被甩大击杀。Benfo 是现在感觉 V5 拿到这个优势之后，好像没有利用这个优势去做很多事情。视野方面，这边 IG 也是做的还不错。 Rookie 滚了上来以后呢，是放出了情侣大招，把 Max 给控在塔前。Max 交出了一个闪现，后面还有一个救赎，救赎已经甩了下来。Rookie 吃了3下的塔的进攻，遭到了击杀。这时候 Benfo 从塔后面出来，扔了一个大招，看起来好像被西维尔吸掉了。意思啊，我刚才看塔姆怎么一直不死，我一直以为那个海影的被动是吸血鬼的大招，我就有点懵了。这边你看，这塔姆都不死，有点不科学，讲道理。 然后被反身舔了一下，走的很慢的情况下死了。是，落单的人，然后打一个人数差，第一时间人多打人少，哇，这里又被逮了一下 ，Rookie 是没有做多太多的地火与土啊。这波你要来就给你打，不来就直接把龙抓了。不过宁王是个凯眼，这里很有机会去做一个大龙的拼惩戒。正想从上面进去 ，Lucas 也跟着从上面走，他是有闪现的，但大龙已经被吃完了。这时候转身就要走，被破交了一个闪现以后，已经粘在了 Lucas 身上。Lucas 交了个闪现过墙，但是宁跟The Shy 这个时候成功的进场了。The Shy 的一波天雷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 不过现在场中还有 Windy 在站着，砍了2、3下，斩钢闪是被魔盾给吸掉，但是又一个一代 Q 转了一圈以后，成功打出了一个下档。Windy 还在场中滑来滑去，拿出了一个3杀。不过这一波最后人头是被 Y4 给 K 掉，并没有拿到4杀，而且 Rookie 复活又重新 TP 到战场，要收回2个人头。这波大龙 buff 一个，或许被卢锡安是把大龙给抢掉了，但是抢了之后，后续人也死了差不多了，所以南拳之力收益非常低。没有错，南拳之力的人死光，哇，这里再度的把握住了土龙。 情况出位的一个大招搭配秦岭的大招，但是凯南已经进场了。在下这一波天雷，把所有人电的是头皮发麻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。宁这时候开一个大招进去，出来还能够再回一段血，还有一个 Q 再回一段血，卡住了 Y4 的一个点火石的距离。但是 Y4 非常谨慎的调整了自己位置以后，点了火石弹到下面，但是弹到下面还有The Shy在追击他。Y4 这样真的跑得掉吗？The Shy还在追，手上没什么能量了。Penfo 在这个地方仍然不断的周旋，甩出了一个救赎，是要来继续支援。 The Shy 遭到 Y4 的击杀了，下面孤身的追击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Y4 还有能量，还有蓝量，把自己回了一口血。但是 Rookie 过来了，投了一个情侣的大招上去，弹琴出来，把2个人给控制住，但自己也是被 Benfo 定在塔下，遭到塔的协助击杀。Benfo 这个时候反身顶了回去，但 Lucas 有一个降落的护盾。最终威武这个团战处理，他们这个阵容虽然正面团有优势，但是。 并不适合像这样一窝蜂全冲进去打，你这样全冲进去打了，那凯南太爽了，正中凯南下怀，4个人变得亮晶晶。不是说出去你不敢信，是所有人都冲到凯南脸上，这波凯南什么也不用干，开个E进去就能电对面4、5个人。你以为他没有办法一边什么闪现大招，并且全程抢龙之类的？这波虽然帅哥这个操作看起来是挺酷炫的，但其实他并不需要什么操作，就是。 基本上会玩凯南就行，因为如果你看视野分这里 IG 这边真的假的？哇，从后面冲出来以后，先把造成他们最大困扰的 The Shy 给解决掉了。处理上方的视野，卢克斯又一次的站在上方，您已经把他一技能给开过了。现在是 Alex 选择闪现上来，这里应该是想要先杀您的，但您想要打大龙，大龙最终是被 Benfo 给守住了。Benfo 又再次交了一个闪现出去，想要抓人 ，IG 也纷纷将闪现往后拉掉。这个时候您从身体里面出来，一个人被困在大龙坑里面，只能跟着大龙一起陪葬。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位置，只能 TP 到一个较为靠后的眼位，但是又是这个地方的万有引力的帅能够再次 1.5 吗？啊，后面走上来 ，Rookie 先投了一个情侣的大招，亚索在打人斩风，这时候的帅是选择一加火箭要来加闪现。 一个大招进场，但是 Windy 已经到后面先去把人给 shut down 掉了，可是反身 Rookie 也已经击杀掉了 Windy， 这样在残局里面 Jackie 的风没有办法逃走 ，B5 成功的。这把应该是一波好像是不太能一波吧，这里如果再继续的这么把人头给出去的话就不好说啊。反正这个裸就是没有 buff 的情况下裸推，竹妹又一头顶了上去 ，Benfo 这一场是真的忙啊，一个大招丢到了宁，解开大招以后往后走，再次一个大招进场，把 B5 所有人电到了半血左右，但是半血并不等于死亡，在死亡的鬼门关前面，情侣仍然可以把队友的血量给补回来，宁是成功的下档掉了 Benfo， 但是残局的 Y4 是满血满状态的呀，宁。 穿了一个墙，稍微回了一口血。Y4 决定闪现 A 他一下，将这人头给收下。下路的高地塔已经破掉，这中路也是裸没有水晶的。要带兵想要一波复活的时间非常的长，一波了。这个时间因为全死完了嘛，没有人能防守。琴女在后面有了巫妖之后拆塔速度也非常快，那么这把可以提前恭喜威武先下一城。 哦，不过拆的还是有点慢。